帅，好爽！啊，我卡到岩浆啊！活该，再爽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好多史莱姆，谁丢的啦？谁呀、啊、这么坏？谁呀、啊、好坏？啊、哦，我被鸡炸下来啊！小坏坏，哇，谁放的鸡呀、啊？哇！哎呦哎、哇，哈基，哈基也跳成长点，跳成长点啦！哇，怎么会啊？烧起来了，哎，第一名，哎，第二名，你们这样子很母汤。第四，第三，嗯，好远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就多留一堆重金证据了，真的要留重金证据。哎、欸，可是它不一定每一张图都有强化了，不一定。对，嗯，嘿感觉这张图是不是变简单了、啊？以前我们都卡在中间，我觉得记录点变多了，是记录点变多的关系、啊。所以如果不小心死掉，就可以马上就继续这样。嗯，好远哦。还是谁呢、哦啊？小雨跟繁星，小雨跟繁星。好远、哦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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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繁星也差不多了，还行啊，繁星可以。对，嗯，真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呜、哦，加油，三十秒、啊。可以了，到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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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他现在那个 DNF 的那个标准变得很宽，变久了，一分钟啊。我记得以前好像15秒还是20秒，忘记了。很快就结束了，反正之前超快的。对，之前快到爆炸。嗯、哇，杰克、欸，哇，太强了、欸。对啊，哎呦 ，PVP 上了，完了，PVP 完了。不要，应该不要选太大张吧？对啊，选那就点爆，最小啊，选最小、啊。哦，最小也可以啦。最小了，什么？我是选 medium 啦、啊、我选中等啦。感觉 medium 比较好一点。啊、Medium 啊 ，Medium， 感觉有点太小了，就按了 Small 这样，就要看谁说谎喽。哎呦，这次真的是 Medium 啊，真的是 Medium， 哎，哇 ，Combo 啦 ，Combo 啦，哇哦，我看到杰瑞了。为什么？你同一点吗？而且我前面就受伤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直会受伤。阿纪，阿纪，你不能这样子。我们和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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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和平，和平，和平。耶！坏人，他做了什么事？他做和平，然后把对方杀掉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的是小坏坏。我们要和平的打。啊！好黑，黑了，黑了，黑了。好黑好黑嘿嘿嘿！哎呦，完蛋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和平来了，和平来了！快、欸、小和平，和平！小鸡升级会怎么样啊？看一下，会、哦、掉东西哦。变谁会掉东西？什么掉东西？啊！这是臭香哦！臭香！哎、欸，飞机啊！你给我黑掉！我站的，看不到。哎，快吧！打死啊！不要啦，繁星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假的，还想偷吃东西，我自己炸死自己呀、啊！啊，哎呦，他击杀两个咯、哎、我完全没杀人啊，我和平主义耶，天哪、啊！哎呦，偷偷啊，偷东西哦！看一下，和平，和平。和平和平吗？都说和平，谁谁要偷谁要偷偷偷都说和平，然后结果其实是奥北来有没有？真的？哎呀，我跳错地方了啦！哦，这没跳好还会死、欸。偷偷要偷东西啦！我偷你啦，偷东西的。哎，我的东西啦！东西被偷走了，被偷了，有没有偷东西了？有没有偷东西？谁谁被偷东西？哇，喵跑好快！阿俊完全打是喵哎，三耶！我电电电电！哎呀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！可以是复活吗？死掉好了，救命啊！白痴哦，可以是复活、哦，不知道啊。耶、yeah, ！我电死小雨了，有人被劈死了。哇塞，他是宝强王强哦！哎呦！哎呀！耶！这是假的啊、哦！我死了！可好痛，好痛！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啊？欸、这个什么东西？这是假的！走开！你走开！来啊！徒手打架嘛！走开！你走开！黑黑的啦！
啊，我死了！哇，捡棉草了！哇，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假的！啊，假的啦！我又啊！滴血！哦，要快死！这边锤一个啦，锤谁啦？啊，锤杰瑞！哇！普攻普攻！洗头头！杰克刚才超头道具。回血回血回血！回血回血回血，他在回血，哎呦，啊还回血，怎么疯狂拿到无敌啊？回血嘛，为什么疯狂拿到无敌啊？是怎样？哎，我回血我回血回血，哎呦，带无敌，假的，我要东西，白痴，东西，摔死了，救命！带无敌，太多无敌了，我也觉得我好多无敌啊！无敌是无敌是什么？我看不到那个铁了，铁铁。看不到，在无敌。干嘛？好酷！喵哈，你在那边刷道具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还不打爆你！杰克，被操！嘿，还蹲呐！下雨了，打雷了！吃金小心！哎呀！打雷啊！有痛啊！啊，还有六十秒哦。对，我才杀一个啊！隐约杀掉的，隐约杀六个，好强哦！哎，这个打雷过分了哦，过分哦！不要打，不打！不要打我！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死图腾？我有。啊！我要摔死了，白痴哦！谢谢，摔死了，隐形。哎，啊！摔死了！救命啊！哎，我捡到谁的东西啊？好棒哦！谁的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小雨的吧。没有，我刚三个手都没有。哎，还敢偷隐形啊？小雨，黑掉黑掉黑掉！你又杀超多人，偷东西呀！我光用摔的就摔超多次了，同分，可是杰克第一名，好还好，我有尽力在杀。哎，假如你们其中一个人是第二名的话，对，我就被挤下去了，真的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哇，哇，恭喜恭喜，第三，可恶，太强啦，哎，挖铁挖铁。挖不了铁，嗯，对啊，这个就一轮的样子啊，对，一轮就无常，嗯，啊，再来吧，来，来来来，虽然地图真的是随机三张嘛，对不对？随机三张啊，全部都弄在一起了，嗯，他不会说可以自己选说哪一个系列这样子，对啊，那就再来点吧，好 ，Go， 这其实一轮蛮快的，对，是真的蛮快的。要不要选难一点的地图 ？Master，Master， 这张我记得当时很久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我忘记是卡在哪里了，忘了。就好像会很多关，你们都在研究怎么弄，然后我那时候洗衣机爆掉，还停电，还怎么样？哦 ，Master 哦，偷到 Master 啊！他有变简单，但是后面还是很坑，真的。我很讨厌跑酷，那还是可以玩一下。嗯。那我可能又要电停电一次。哦哦，来喽！不要摔倒呢，不要再出来又摔倒呢。真的，我刚刚也是出来就摔倒。这一关没有道具。哎，又摔倒啦！又摔倒啊！可能是因为这一关太难了吧？这一关。哎，而且不能打人。这里哎呀！黑曜石，黑曜石跳上去，黑曜石跳上去，然后这边过来。这个跑快跑慢都没关系啊，后面大家一定都会卡。后面一定会卡在跑酷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感觉好像是十六个技能。对呀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他打中我的四十。哎，小卡了一下，哎，小跳，哎哎，跳不过去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要慢慢了。啊！哎哎，我掉下去！哎呦哎呦，小雨，哎，又摔下去了！哇
哇，这个加速好坑，这个加速在那个绿宝石前面都会卡一下。嗯，哎、欸、哦，哎、哦、呦、哦哦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跳过来了，都、哎、没跳过啊，我又没跳过，哦，跳哦，啊，要从这来哟、哦，哦，没上去啊，啊，嗯，好，小雨白，啊，好、啊，这、啊、里、啊啊，你认真，哦，跳跳，哦，上去，记录点，记录点，跳。啊！我记录点就在眼前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好像踩到了，没跳上去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我踩到了、欸，爽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在这里耶！嗨，小雨。嗨，我刚才在差不多的地方哦。哎、欸、小雨，哦呦，哎呀，我跟你没上去。啊！因为撞到第一根，好气！好酷，气势感，好像以前真的在那边卡过。对，有啊，不是，超难啊！第一根，拜！哇！还有中介组跑酷，你给我加速，然后中介组跑酷太过分了吧？对，那边超过分的，太过分了。哎呦，而且后面超多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！哎呦，跳！我看到了，啊，这没好，我没玩过这一关哎。又下去了，我不会一直卡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们就会看到既视感的东西，就是一直晃过来的东西。对，啊好，哎呦。啊好红，就哦、欸、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我要差一点，我先够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很瘦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中间真的过分，刚够瘦的才过得去，哈哈。啊！我太胖了，我又在游戏里动。哎，我明明跳都没跳上去。哎呦，很气。我的天、哎，这个哎，跳过去，脚没力，跳，卡脖了，哦哦哦 ，Oh my god！ 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变星星了啦？我们都变星星了。我是说地上的那个还是天上的那个？都有都有啊！哪有这个加速加那么多的啦？我去哪一个？哎呦喂呀 ！Yes！我听到欢声，第一个记录点，第一个记录点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太胖了，我过不去，怎么办？踩不上去，我还卡在这冰块这边。我特地瞄准还没有用、欸，哎，天哪、啊！跳跳跳！哎呦，再往上跳！哎呦，卡住不能动。哎，输入法，输入法，输入法。有进展吗？是不是了？这变简单了，这变简单了。哦。欸、上不去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啊 ！Oh my god！ 这边简单了，他进去了会先跑出来。等下中介族要怎么进去啊？啊！中介族？对啊。哦，你要其中一个跳在中介族上面。哎呦！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个卡了，为什么上不去？要到中间了，我的妈！啊！啊！这里也太难了，我还在冰块这里。对，杰克过了。啊？那你过了。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可恶！哪要跑啊？哪一个啊？我终于过中冰块那边，那个可以停，可以有很多冰块。喂，那加速到一半跳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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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喜欢冰块连跳啊 ！out！out！ 哎！哎，不想跳了，一点，不想跳了。我在这里卡了四分钟，我天哪！我这时候看着允月的画面说：“允月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”我在这里跟你挥手。啊，那我已经在前面没有。他进这个地方可以慢慢跳啊，慢慢跳啊！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啊！他每次这边躲的时候都忘记了。他那个跳过，哎，没有过。之前这边我是慢慢跳下去的。哎呀，哇！我记得我这边好像是一次过的样子。可以一次过啊！好崩溃啊！耶！我到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！哦，终于。杰克，杰克，啊！我停住了，我的妈！哎呦呦！啊！哦、这一关大家瞬间都一起合作，有没有？你过了太好了，不是啊，没有道具可以打人啊，也没有同队伤害啊。对啊，下去了，这个还有同队伤害很惨的，真的。不会啦，在后面的很安逸啊，下戏啊，下戏、啊，根本打不到。下戏啊，下戏、啊，后面超难啊，后面真的超难。哦，天哪！哦，滑雪。
欸，你们会不会玩这个的时候身体会一直往前倾？会啊，会会跟着摆动。对，啊，过，哎，哦，过了，我没过啊，我还是很需要小技巧啊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没有。我是有听说什么要停啊？哎，你前面两个史莱姆砖，你可以连续按跳，然后它会缓降。然后慢慢跳下来，然后跳到第二个的时候，啊、你在那个史莱姆砖上面跑、哦，然后冲出去，然后再跳下来。嗯，哎，对，我记得他以前不是一关卡太久可以跳关吗？现在没有这个了，没有，好像没有，没有他拿掉了。啊！我就想说熬过身就过，但是身体太胖，身体过不了。哦耶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呀，赞啦！哎，嗨嗨，你好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在等你啊！哎呦，不是你卡在这吗？